美味好料理，健康跟着你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。今天是哪一位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意好料理呢？来欢迎他出来，他是高苑工商的林宇智林老师。你好。哎，老师好。你好。老师，是问一下哈，是我今天看你准备的这些东西啊，是有什么还有水果，还有这些素乌鱼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它到底你是要做甜点吗？还是做菜啊？它是一个炸物，它是算一道菜，所以它是咸的吗？不是甜点类的吗？它会有点，就很像我们在吃炸芋头饼的意思一样，炸芋头，只是我们把里面的食材升华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乌鱼子是觉得很高贵的东西啊，对，而且我们在台式的乌鱼子的话，都会用一些苹果片啊，还是水梨片去跟它做个搭配，也是水果跟乌鱼子的搭配啊。苹果片吗？水梨片我有看过。对啊，啊，所以我今天用香蕉跟乌鱼子来做搭配。哦，所以你就是不一样就对了。对对 对, 對。老师，你有算过说你会的那个菜啊、料理啊有几道吗？有没有两三百道啊？应该是超过了，超過，因为从以前做虾子的料理啊，台菜的料理啊，到之后去缺川菜、江浙菜，这些的老菜加起来就不止这一些数字了。所以你最常做的，还是说你最拿手的是台式的料理是吗？我是后来在最后面是学了，上海菜、江浙菜。上海菜。对。哦，上次有来教我们做一道哈上海菜。对对，两面黄。那个对对对，两面黄，浇头两面黄。对对对。哦，那这个是属于什么？这个也是我们江浙菜里面的一个豆腐卷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江浙菜。对，二十我把它里面的食材升华用好一点点，加多一点点的食材进去，吃起来的口感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饭店的时候啊，要办素食的桌，是啊，素的要做，荤的也要做啊，有时候就会把荤的食材拿掉，放入素食的食材，变成素食的料理这样子。所以那这也算是随机应变吗？对对对啊，后来自己因为做的时候都会试吃，跟每个师傅大家也试吃，觉得这口味还不错。哦，这个搭这个原来也可以这样吃。对对 对, 對，是、啊。所以你们的想法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来的？对对对，有时候我们在饭店可能要试新菜，想不到的话怎么办？赶快跑回原点，重新出发，慢慢想出。虽然是雷同的东西，可是它稍微的做法改变一下，调味料改变一下，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像人家如果是一个新产品出来，是他都要做问卷嘛，对，然后看那个试调率怎么样。如果新菜色研发出来，也要很多试吃吗？还是由厨师或者是员工、老板决定可以就上菜了？就是看公司的体制，假如公司是以老板为主，就是老板试完菜 OK 就上菜了。假如是以有的老板会说他不要试，他不要试，他要叫全部的员工来试。因为是顾客来试比较准吧？不会，因为有时候你顾客我们要用哪一个层面去给他试。哦，是。对，你要跟他收钱嘛？我们也不是，他不跟他收钱，成本要算谁的？老板的啊。老板不一定会想要花这一道钱。如果是那个煮一桌，然后试菜桌，然后观众反应热烈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是没错，可是来的客人是奸商，不一定我们要怎么去出菜，也是比较不方便，会影响到，可能就是会用利用员工大家的时间来试菜啊，然后 OK 的话就上菜就出菜，是新品出去之后，可能一个礼拜就知道它好或不好，要下还是要上。有这种就是试过真的不好的就马上下了，有这种失败率高吗？其实很少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除非是他那一间店就原本他们对于老板跟员工，他们对于餐饮这一块没有说很熟悉的话，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嗯哼，对，不然应该没有这种事情会发生。是老师，你今天要这个叫什么？这道菜叫什么菜名？我把它取成乌金香蕉卷。乌金香蕉卷，因为台语边个讲？乌金香蕉卷。做派念，乌金香蕉卷。卷啊，香蕉卷。好，这个来。乌鱼子啊，是我们紫观的名产，可是这是素食，不知道是哪里的名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个素食店的名产。素食店的名产。来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食材说，看起来很简单啊，就豆腐，这是香菜酥，香菜酥，对，香菜酥。Uh-huh. 好，它有一点甜甜的啊，很酥脆。好。啊，那我今天选用的是腐皮，
哦，豆腐皮，人家称它为千张。千张？对，它是那么大的一片。它是素颜的颜色。所以我们要先把这千张切对半。这个很好保存啊，只要放去冷冻库就可以了哦。啊，要用的时候呢？再拿出来啊，可是退冰哦。不用退，它不会。它不会粘在一起、哦。不会，这是干的。然后这个你们在拿去冷冻库放的时候，要先把它包好。怎么包？用什么包？用袋子把它绑好，不要让有太多的空气跑进去。用袋子绑好。它会脆化，它现在是软的，对不对？是软的。它不会怎样，假如你脆化的话就啪啪啪啪就碎掉了、哦、对，好，所以这个不能乱丢，不然小朋友会以为那是纸、哦、然后你可以算这算不要紧、啊、以没有对它没有危害就没关系、啊、那浪费了啊，这食材吃的、哎、是好，来这假的乌鱼子，慢工郎假的啦、哦、它真的是乌鱼子，素的乌鱼子，素乌鱼子啦、哦、你知道它会生气哦，不好意思不能侮辱我们的食材。对啊，好，来，这个乌鱼子它长得很平均啊，它长得很平均、对，我们把它切对半就好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切成条状。这个是熟的吗？本身它本来就是熟的，熟的，对。然后这一段有时候会比较不好切，因为它的大小的问题，我就不要切了、就不要切了。对，啊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是。没有煮不行吃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劝你吃小块一点就好了。你劝我吃小块一点，那我 等你煮熟再吃。没有啊，这可以吃，只是说它吃起来会很口渴、啊、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、我不会害、欸、这有咸呢，有又咸有呢，对，好，然后这个先把它微微的啦，对，不是很咸，是，好，来，然后这个香蕉我们就直接把它剥皮，香蕉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会黑掉。哦、我们先香蕉有没有说要什么的？哎、欸，不要，你只要喜欢吃甜的话，就买软一点；，那只要不想要买甜的话，你就买硬一点点的。不是啊，香蕉不是还有一种，品种不一样，有一种是较细。哦，芭蕉，爱买这种一般的香蕉就好，一般的香蕉、欸，不要买到芭蕉。那这个旁边。把它稍微修饰一下，然后就按照上面的格子去切就好了。那个对，纹路去切就可以了。纹路去切。是一条一条哈。对。切起来就这样一条一条的哦、oh, 好，跟我们的乌鱼子大小差不多，是哈、哦，没歪，好，来香蕉，哎、欸，香蕉我们平常买回来啊，是啊，那连那个上面那个的，是不是很容易就熟了？哎呀、啊，把它切一只一只，安尼卡比较更小，是不是？还好，你不要让它太闷了，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熟。就是放平常就是放家里啊，客厅呢、啊。对啊，应该还好啦，不会啦。可是它一熟就很快，一两天就全部都软掉了。那、啊、有时候来不及吃 啊，然后就你可以把它拿去剥完皮拿去冷冻。剥完皮整只拿去冷冻。对，然后等你要吃的时候想到了，把它拿出来打成香蕉牛奶。啊、就不会坏掉了，然后这香蕉也是一样一开始就好了，反正今天的那个就是都切条状就对了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把它卷到那个千张里面，嗯，好，适合用来做菜的那个水果类有什么？蛮多的，你像我之前有去比一个西瓜，我之前好像来有提到西瓜料理跟雕刻的比赛吧，对，我之前有用水果以西瓜为主，然后去做成那个水果沙沙酱，西式的沙沙酱。水果沙沙酱，啊，要沾什么？什么东西在沾的？炸物都很适合。哦，炸物。对，像我就把我去买那个小鲳鱼，那么小，嗯，啊，然后把鲳鱼。用刀锋把它切得很花俏，然后拿去炸，炸起来之后，就把它
把它整只站起来之后，嗯，啊，把那沙沙酱淋上去，啊，吃起来口感很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先打一点点面糊，因为等一下要裹面糊，还要裹面包粉。好，对，好，面糊吗？对，我们用色蔬浆粉就可以了。好，比较方便。好，然后这个粉啊，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要太稠，太稠的话它会扒得太厚，会不好吃。自己一边拌一边看。对啊。香蕉很香啊，站在这边都闻到香蕉味了。有吗？有啊，你皮塞咯。好，把它拌均匀，它的流水，好，它流的程度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不要太稠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拉起来，它流速很慢，表示就是太稠了，太浓了。对啊，流速太快，表示它太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包我们的开始来包，对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就把素鱼子、香蕉、豆腐放上来，然后放一点点的香菜。然后这素松，朝这小汤匙两尖尖的量匙下来，然后这美乃滋，哦，是买优格口味的，比较适合水果。哦，对。所以有水果类的话，就买优格口味的。对对对。不然就是买一般的，嘿，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。我们就这样就好了，哈，哦。好。好，把它卷起来。然后这边折过来，折过来。这边太长的话，要往内折一点。往内折。对，然后这边要糊口。它粘起来。对，它糊口就粘起来了。好。然后这个把它这样均匀的用上来之后，要不要换大一点的碗？好，可以。这个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你就把它稍微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面包粉是为了它口感可以更酥脆。嗯，对对对。要不要先炸你的，让你试吃啊？要啊。要啊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好。那等一下你在炸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无聊了。对，你就可以有事可以做了。嗯，好贴心哦，手也忙，嘴巴也忙。是。那，啊，你记得一边吃一边讲话，你不要忘记讲话哦。要吃还要讲话，这样不礼貌。没关系。压一下那个面包屑，才不会掉满地哈。对。哎，有人是那个沾两次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沾两次，他是第一次先沾面粉，沾面粉，然后再沾面糊或者是蛋液，啊，然后再沾面包粉。啊，那加那个什么包搞？因为咱这不是肉类，是肉类才会这样子做。因为猪肉它要先把它表面先水分用干，哦，吸干之后它才会抹，它会吃到蛋液啊。啊，蛋液之后有粘性才去炼面包粉。哦，对。这个油温不适合太高，差不多在160度慢慢去炸，167度去炸就好了。是不是要买一支温度计呀？不用啦，不用那么麻烦啦，你就看这有屑屑就丢下去试试看，它会浮起来，不会马上变颜色，表示它的油温超过150、160而已。好，把它炸到超这样表面上色就差不多了，这样有一点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对对 对，而且面包粉它上色蛮快的。嗯。好，这样就酥酥脆脆的感觉了。好，对。在厨房受伤的话，是比较常见的刀伤。
烫伤。对，你们都怎么处理？你是说哪一个方面的伤？烫伤吗？烫伤啊，烫伤就让他痛一下就没事了。哦，刀伤，我是说真的啦，真的、啊，让他痛一下哦。对啊，都不用处理哦。我不会去，以我的个性没有很严重的话，我不会去理他。所以你刚刚没有理我的意思是说没关系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你烫那是多严重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你像我们有时候在炒菜都有喷上来，嗯，喷、啊、上来的话都家常便饭，很正常，所以都不会去理它，就用水冲一冲或抹布擦一擦就好了。只要没有受伤，没有很大的伤口，都不会去理它。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家切掉刀伤了，切掉就赶快先按住伤口啊，啊，然后看刀。你的伤口是深还是浅？浅的话就自行包扎按住，让它止血就好了。啊，真的是看到自己都会怕的，就要赶快送医院了。打119。对啊，看到自己都会怕的，对啊，应该晕倒了吧？还不至于啦，没有那么恐怖啦。在家只有切菜啊？对啊，会切到太夸张，应该也不会啦。也不一定哦，有时候你有几多点啊？你也无说你要剁肉去煮，还会煮甲剁落去嘛，足恐怖的。大拇指无伊，大拇指底下你讲多吃蔬菜不是很好？对啊，切的比较小啊，伤口比较好，对，愈合。好，我们都包好了，要把它下油锅炸了。这样炸多一点，感觉很爽快了。很爽快哈。对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你这么受到欢迎的原因。大气大方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在炸的时候，我也没有闲着哦，赶快吃，对，这种东西要趁热吃才会好吃，趁热吃、哦，对，哦，吃饼干的感觉，真的，对啊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在那个距离有听到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好香哦，里面这个素乌鱼子这样炸起来也很香，对。因为它也是用一些脂肪下去，脂肪跟那一些淀粉去用的，才可以塑形，所以它遇到热融化，蛮香的。那它这个最主要的香气是哪一道菜的关系啊？就是、它香蕉其实你应该一闻是香蕉的味道，香蕉的味道。对，对，它这样有一个香气、哦，可是我里面有好多东西，我不晓得它是谁。很复杂的味道哈，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香蕉的味道居多啦。哦，它包起来，你看哦。颜色很漂亮，看得到吗？好、啊，它这样子包起来，然后里面是有点空心的，对，所以咬下去就有那个很脆、很酥脆的口感。对呀、啊，好好吃哦。对，做料理很好玩，就是这样子。嗯，而且可以当点心。对啊，好棒哦！哦，然后你又放那个优格跟美乃滋，就这样酸酸的，比较不会腻口，比较不会腻，对，酸酸的单。你只要用美乃滋啊，我们一般的美乃滋的话，又吃着油炸的会比较腻口。它那个是比较偏咸的，对，偏甜，偏甜，对。它爱用这個，嘿，会带起瓜霜。其实你可以再做复杂一点，就变成啊、嗯，把这优格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生鲜的柳橙汁。柳橙汁？对，生鲜的柳橙汁就是。但要先把优格整包倒出来，跟柳橙汁。對對對拌一下是不是，对对，这样会比较麻烦、啊、可是它的味道相对的会比较不一样。嗯，好好吃。老师，你炸你的哈。等一下多吃一点，等一下你要把这边刻完才可以回家。你放心，已经吃不完了，你一个人哦。我一个人。对啊。我会被大家杀了。不会啊。因为面包粉就是有，你只要炸得好的话，它口感就是很好，只是怕它会含油而已。含油？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在最后的时候再用大火？抢熟哦，因为已经它颜色够了，表示它油温就是有到那个程度、嗯，所以不用再抢熟了。哦，抢熟的话是可能是我们用干粉去炸，或者是用面糊去炸，才要去抢熟。所以是看那个用什么粉，对，才决定要不要这个动作。对，对，面包粉的都不用。也是看，其实这是我们台湾的面包粉，有一种日本的面包粉，它粉是湿的，嗯，就是像品田牧场他们的猪排，他们的粉为什么吃起来不会去刺到我们的嘴巴？嗯，因为他们是用湿的那种面包粉，相对也比较贵。
这个因为有一个比重的问题，它都会乱翻了，所以你要把它翻好。好像差不多了哈。对，可以起锅了。哎、欸，我下次改天放假，我回家包这个。好。好好吃哦。哎、欸，我快吃完了呢，我现在一口哎，林老师。好，你咬下去我就捞起来了。好。这个假如可以的话，里面还可以放一卷一个海苔下去。卷在哪里？我们先把千张撑开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就可以放一片海苔，小片的海苔，哦、让它的颜色可以更丰富一点点。好，对。那就摆盘。好，把它摆盘。好，今天这个啊，你什么时候偷偷放上去？哦，刚刚加了海苔。刚有一阵风，刚好吹下来，刚刚好。捡到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做一个小盘式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那个。乌金香蕉卷是乌金香蕉卷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是，老师你要记得哦。好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我还没有讲，你有背影。哎，今天没有时间教我们做果雕了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下一次吧。好，累积吗？好，好，累积的要几点？要发一张几点照片？5点可以换一张我的照片，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，那么大方。谢。来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教我们这个很好吃哦，你可以试做看看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乌金香蕉卷的做法是：一、乌鱼子、香蕉和豆腐切成条状，香菜切段。二、调面糊，用酥浆粉加水。三、取豆皮，放上素乌鱼子、香蕉、豆腐、香菜、素松和美乃滋，再卷成腐皮卷。四、将腐皮卷均匀裹上面糊，再裹上面包粉。五、腐皮卷下油锅炸到金黄色就完成了。